第二季的合并营收8956亿元，税后净利是169亿元，季增3.5%， EPS 1.3块。展望后市，法人表示了下半年是鸿海的传统旺季，预估旺季效应可以在第四季明显发酵，因此看好第四季的整体业绩会比第三季更好。